这个小小的形小小的仪式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使用过的这个地名。都跟上了吗？帮我看一下。是深源的朋友也欢迎跟我们一起走这个行列，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回顾这个在过去几个月之间瓦奈汉纳布抗争所使用的地点，以及这个地点所具象化仿佛是原住民族在过去400年由不同的殖民的政策殖民政权导致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流离失所的这一个具象化的过程，就仿佛过去1800多天以来瓦奈跟纳布在28公里里面不停的换地点，这已经是第五个地点了。今天的记者会主要是针对昨天在公务局，因为公务局在3月8号这一周的时候，直接来到瓦奈跟纳布的帐篷前面，钉了两张长得很像是狗牌的公文。公文上面指出说，两人因为违反了台北市公园管自治管理条例，所以要求两人在3月13号之前，如果不自行清除的话，接下来会由他们代为帐篷移至到其他地方。公务局的局长来出面来和瓦奈纳布协调，不过说这个协调的过程其实老说非常的不顺利，因为两方基本上鸡同鸭讲，瓦奈和纳布两人的意见基本上公务局的局长并没有办法，他甚至没有办法给出好的回复，他只能一直跳针说这是在依法行政。昨天纳布和瓦奈就自己把帐篷内的东西自己收拾完之后，部分东西先移走，那部分东西就移到刚刚我们出发的那个对面的小的地点。那不论如何，瓦奈和纳布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他们都还是会留在这边继续进行他们的抗争。我们所有原住民族在这个地方所争取的传统领域划设，所争取的关于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没有人喜欢在这个地方抗争，在1844天的过程当中，有诸多的开发案。一样的就是涉及所谓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公私有的土地上面要不要做谘商同意权的这些案例非常的多，许多的开发建设因为没有做原住民族的这个谘商的同意的办法来执行跟部落的询问，所以开发建设持续的来进行，持续的迫害族人的生活。当他们去修改了这个法令之后，实际上造成效果已经比比皆是的时刻，仍然不愿意调整这样子的错误的修正、错误的这个划设办法，所以使得我们原住民族必须要继续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继续在这个公园里面。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再一次的移动，但是我们也看见了，这也就是台湾原住民族了一直以来在中华民国政权底下一次又一次的迁徙。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它在总统府的旁边，是希望让国家最高的领导人除了表面上用文字跟原住民族道歉之外，实质上拿出他的作为来。原住民族群在国家来400年来，我们被国家说成是番，是飞禽走兽、花草树木，没有人格权。1844个日子，我们看到小英开了一个转型正义的头，开了头好像很有能力的样子，但是开完了头以后他就转过头了。外省人不喜欢闽南人，闽南人、客家人也不喜欢外省人，这些人通通讨厌原住民族群，欺负原住民族群，歧视原住民族群。这个就是我1844天认认真真的看到，这个岛上的人是没有在反省，而且认为原住民族群已经拿很多了啊。你们觉得的拿很多，是因为你们践踏在我们的尊严上面。
那我是布伦，那在布伦，就是蔡英文总统在道歉的时候，布伦没有道歉这个字，只有 madam， 就是我做了羞耻的事，我感觉不要脸，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因此所以要怎样呢？要 mabatu hatbi， 就是互相的来立约。那蔡英文总统道歉之后，他有跟我们立约啊，那个政府有责任带领主流社会尊重、理解这个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事实不只是400年台湾的历史，还有千年的布伦的历史。